哎，看见没有，就这位，是我的大客户，人家办的是年卡，你知道一张年卡多少钱吗？好几十万。喂，刘总，哎，怎么样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你感觉好多了吧？哦，越来越严重了。好，怎么可能呢？ 大夫都跟我说了，只要您坚持治疗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<笑>什么？你要退钱？不是，你别的呀，别退钱呢。哦，对了，刘总啊，不是，刘总啊，你听我说啊，刘总，我不在家，对，我回老家了。你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啊？刘总，你咋还找到我家里来了呢？大家看看。 现在这人能相信吗？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田志芳，哎，我银行卡呢？不是，你看你这张卡不是要办年卡的吗？有个这哎呀！我说，我的病你们还治不治？治啊，怎么不治啊？我告诉你，哎，你们诊所的大夫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行，你得给我找个高级的，否则的话。 你一分钱都拿不着，找，我一定给您找个高级的，行吗？刘秘书，干什么？跟着他，是，你别让他跟着我呀！你看你还不相信我吗？这年头我谁都不相信，跟着他，定死了。是刘总。行，我这就去啊！哎呀，你说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找大夫你也跟着我。哎。 啊！我求你个事儿，怎么的？家里有我一位重要的客户，你给帮着照顾照顾。你说哪次你客户来不重要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这行行行行，关系我的生意啊！行行行行，我求你了，一定照顾好了。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只要给我把这事儿办好了，妞妞不是要买钢琴吗？啊！我马上就买。你说话算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啊？啊？ 哎，不是，我算数，我一定算数，大姐夫。行了，你走吧。我就去。你放心吧。啊，走走走走吧。哎，嗨，哎呦，来了哈，坐啊，我给你弄杯水喝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我是钱师傅的姐夫。出去。哎，这是我家呀。你跟谁说话呢？ 我跟你说话呢？你谁呀？我钱顺峰姐夫。坐。哎。那个，你喝水不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？你谁呀？我钱顺峰姐夫。好。 坐吧，哎，那个大妹子，那个你叫谁大妹子呢？我叫你大妹子呢？你叫我大妹子什么意思啊？我叫你大妹子就是大妹子的意思呗。你凭什么叫我大妹子？ 那我觉得你比我小，那我肯定叫你大妹子呀。你怎么知道我比你小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小，你多大呀？你怎么问我年龄呢？我是个女人，女人的年龄能随便问吗？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钱顺峰找了个什么客户啊？这是。哦。嗯嗯。 我想凉快凉快，凉快吧？哎，谢谢啊！哎呀，那个，你不热呀？不热。不能吧？这今年夏天多热呀，家里边空调又坏了，我觉得你热。你看你包的跟个粽子似的，能不热吗？ 我说那个，你干脆你把这头巾摘了吧，别捂出痱子来，啊！
摘了能舒服点儿，人一热呀就容易着急上火的。哎呀，哎，你看你这样是不是就舒服点了？别紧张，放松啊，到家呀就跟到自己家一样。你吃饭了吗？不吃。哦，那我吃了啊，我一会儿还上班呢。啊，哎呀，你真不吃啊？不吃。哦。整根儿去。哎呀，你就吃这个呀？啊，我天天都吃这个。啊，你多大了？我45了。哎呀妈呀，天天吃这个能活到45也不容易呀。不是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爷爷就天天吃这个，都活到96了，那能吃能睡的，前两天还去里约参加奥运会了呢。什么项目？比谁睡的时间长。哎呀，我说大妹子，这半天可没害你笑容啊，你可笑了啊。哎，大妹子，你是不是有点啥烦心的事儿啊？烦心的事儿可多了。哎呦，这人呐，有烦心的事儿可不能憋着，得说出来，憋着容易憋出毛病来。我有病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有病啊？我有病。你啥病啊？我心理疾病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呐，可能有啥事儿啊不跟别人交流，老憋着。你有啥事儿你跟我说呗。跟你说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是医生。哎，我是不是医生？但是你跟我说完了，可能你心里就舒服了，我也帮你分析分析啊。啊，行吧。嗯，看你挺实在的，大事儿不跟你说了。哎，说点眼前小事儿吧。哎，你说吧。哎呀，我有个小买卖，不知道是该干还是不干。哎呀妈呀，不就是个小买卖吗？这事儿有啥发愁的，对吧？累了你就不干，不累你就干，对吧？这买卖能挣多少钱呢？3000万。3000万，累你也得干呐。3000万你还不干？我30块钱我还玩命干呢。好家伙，30块钱你还不干？你有多少钱呢？30块钱你不干？20个亿。那你可以不干。都20个亿了，3000万你着啥急？不干，歇着。3000万，20个亿还唉声叹气的，20个亿，这就我要有20个亿，哎。哎，我是越有钱越痛苦。那不能，你是因为你有钱，我觉得有钱我就不痛苦。真的，我是钱挣得越多，我越不快乐。是吗？嗯。那你说说，你是从挣多少钱开始不快乐的？我做第一笔买卖的时候，我很快乐。第二笔买卖，我也很快乐。哦，好像是我挣到1000万的时候，我就不快乐了。哦，那你这个病根我可帮你找到了。我跟你说，大妹子，你这个人的快乐临界点就是1000万，你不能超过1000万，超过1000万你就不快乐，你就挣999万。999，纯纯的、纯金的快乐。那我多余的钱怎么办？多余的钱花了它。哎呀，花不了。花不了，使劲花，用洪荒之力花了它。可是我的洪荒之力用完了，我没劲儿了。没劲儿了，你养着它。养了它。养着它。怎么养？怎么养？你多办慈善。对吧，做做好事儿，把那些钱呐给那些需要钱的人，人家快乐了你也快乐了。哎，挺好是吧大哥？哎，你说的想法真行。多好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也经常养钱？我不养，我现在还属于捡钱那个阶段。啊，咱俩这个快乐临界点不一样。你看啊，你的临界点是1000万，
我的临界点是1000块，我要是一个月有1000块钱零花钱，那我就美的不要不要的。大哥，哎，哎呀，我还是真挺羡慕你的，是吧？生活得很幸福。我还行，我一家三口挺好的。嗯啊，我有点饿了。饿了？嗯，来，饿了你吃这个。我能吃吗？能吃，你看，哎、啊，你嫂子做的可好吃了，来尝尝尝尝，尝尝菜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多吃啊、嗯、啊。嗯，小心啊。嗯，这可辣啊。哎呀，嗯，哎呀妈呀，大哥啊，我把你饭吃了啊，你是啥呀？没事，我弄包方便面。哎哎，对对对，我给你做顿饭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那么大的大款，你是我们家客人，真的不能不能。哎哎，我好久没做饭了。哎，啊，给我一次机会。给我一次快乐的机会！啊，行行行行行，行不行？好好好，999，纯纯的，纯纯的，快点拿，等着。哎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可真不容易。哎呀，哎呀，刘，哎哎，客户呢？啥？啊，我客户呢？给我做饭呢。啊？你有病啊你啊？怎么了？你让他给你做饭，他愿意做的。他怎么会愿意给你做饭呢？他把我饭吃了，他不得给我做吗？他吃了你，他也不能给你做饭呢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大企业家。我知道。因为他有钱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？20亿。不过你放心，明天就没这么多了，就剩999了。哎，那他钱哪儿去了？散了。散了？散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也不懂。哎呦，饭来了！啊，哎呦，饭来了！好好好好，来，哎，刘总，刘总，你谁呀？我钱瑞凤。啥？我给你把大夫找来了，在路上呢。谁让你找大夫了？你不是有病吗？谁有病？啊？谁有病？你才有病呢！你们全家都有病。尝尝啊！哎哎哎哎哎。好吃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有点咸了。呀，放的盐太多。真的？呀，你尝尝这个。这个啊。嗯嗯。好吧。这个没放盐呐，这也太淡了。我放了。没放盐。呀，那我重做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多麻烦。不用，没事。你看，这俩菜活在一起，一个有盐，一个没盐，和了和了不就行了吗？这能行吗？能行。你看，我尝尝。嗯。哎，正好。哎呀，正好。哎，我尝尝。尝尝，尝尝。哎呀，刘总，刘总，要开会了。开什么会？开什么会？你就不能让我快乐一会儿吗？是是。我陈正峰姐夫。啊。哎呀，哎，别怕啊。啊。别怕啊。啊啊。我尝菜啊！哎，好，尝尝，哎哎，好，好，好啊！嗯，行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嗯，好吃就行。哎呀，大哥，哎，你说，怎么什么事到了你这儿，就变得那么简单，那么快乐呢？大妹子，我跟你说，人这一生啊，既漫长也短暂。社会很复杂，但是做一个人，简单就是快乐。哦，简单就是快乐，我记住了。哎，哎，钱顺宝。哎哎哎哎哎，看好了啊！哎呦，这张卡，哎，以后我就放你姐夫这儿了。哎，那不行，我不能要你钱。我有个条件啊，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要跟你吃顿饭，寻找快乐，哎、行吧？啊，行。你说的，我说的，999，纯纯的，快乐的。好，对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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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钱你，哎，那个你干啥去啊？开会，研究怎么撒钱。不是，
这钱我不能要你的钱啊！你过来过来，我不能要人家钱。是你不能要，这给我。哎哎，不是，这人家给我的，我得。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要这么多钱，你就不纯了。快乐留给你，痛苦都给我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你答应给我女儿买的钢琴呢？我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，买钢琴了。买了买，都在哪儿呢？给。口琴呐，纯钢的。纯钢口琴呐，钱顺风，你这辈子快乐不了，我跟你说。